为了临时提案内的中国还是大陆，蓝绿再交锋。国民党不满民进党的提案文字写到“中国”“我国”等文字，因此要求删改。我有问题，陆委会有没有意见？我国在对中交流沟通上真心换绝情啊！对中这个地方就是中国啊，对吧？那你前面如果要改成大陆的话，那是这样，我国对大陆交流哦，这样对吗？我对大陆，我国对大陆哦，阿廖，不可以写错吧？带着各位代表吧，是宪法的真凶，是国民的领导人，我们请中华民国开完。四个女人针锋相对老半天，但一旁默默坐着的总召傅昆萁一句话掀起整场高潮。所以我国对大陆的交流，中国都改大陆，这样子吗？立法院做的任何决议不能抵触宪法。被民进党立委捧上天，让傅昆萁好开心，手在空中摆，心中花儿开。最终民进党妥协，将临时提案内的中国改大陆，我国改台湾。如果立法院任何决议不能违反宪法的话，那这个临时提案这边可以啊，可以讨论。身为中国国民党的立委，不准提案写中国，那么下回自我介绍是否也要改成大陆国民党？